我们是青交区块链道，那我们是个区块链的交流社群，由清大跟阳明交通大学的学生所组成。那我们是一群热爱区块链技术的学生和老师，那我们组成的一个区块链的讨论社群。那因为一开始在新组的时候，区块链的讨论风气不是很盛行，所以我们就自主想要规划一个可以大家互相讨论跟学习的地方。那后来我们与清大的韩传祥教授与徐孝祥学长合作，那规划了一系列的读书分享会。那除了由学生担任讲者之外，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区块链产业中的资深前辈来分享。我们在2022暑假的期间有规划一个专门设计给区块链新手的入门课程，总共有6堂。那我们也有规划课程参与证明的 NFT POAP 的 NFT 空投给来参与的所有人。那这是我们的3个主要社群，分别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Discord 的社群和 Telegram 的社群。那我们大部分的讨论主要是会集中在 Discord 的社群，让大家有地方去分享以及讨论各种不同的区块链技术跟应用。那这是我们 Discord 的架构介绍。那基本上前面几个都还蛮标准的，就是Discord 的规则、防止 bug 的验证以及 Discord 成员的自我介绍。那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这个 Collab Land Join。那譬如说你参加一些特殊活动，例如说我们的暑期课程之后，可以获得我们的空投 NFT， 然后获取我们的特殊身份组。那平常我们都会有这几个公告啊、诈骗讯息等等，发表资讯的一些频道。那主要的话，我们就分这几个区块链这几个 Discord 的版，让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有一些区块链技术疑难杂症，或大家在撰写智能合约相关，其实大家都还蛮友善，大家会来上来问问题，然后就会有会的人就会来帮忙回答。那我们也有在做人才媒合的部分，那可以提供一些区块链的企业或项目方来这边进行人才招募，那学生也可以上来接案或是练习这样子。那之前提到我们这个暑期课程啊，我们主要规划的6堂，那是慢慢由入门到进阶这样子。那这6堂课有包括说从一开始的币圈生存守则，怎么从新手怎么买币，到买 NFT 到炒币，那以及区块链的技术分享，区块怎么串成链啊，还有关于一些诈骗的部分，去防止说新手误入这些诈骗陷阱。那后面3堂就是比较进阶课程，例如说我们有讨论到币圈中常见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然后以及最后一堂课是在教大家怎么如何在区块链中进行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套利。那我们又做6张海报在进行宣传，那这是前3堂，然后这是后3堂课。那海报中的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参与证明 NFT， 那只要来上课我们就会空投 NFT 给来上课人。那只要6堂课都来上，我们还会再额外加发一个全程参与证明 NFT 的左下角这一张图的一个特殊 NFT。 那这些图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去画的，是自己去设计的。那这边是我们这个 NFT 的一些基本参数，比如说我们是用 ERC-155 的形式，然后发在 Polygon 上面，然后比较便宜，以及我们的合约地址。然后这3个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 DAO 的活动范围。那我们主要就是一个区块链的讨论社群，那希望可以透过这种 NFT 的形式以及 Discord 交流平台的形式，让清大跟交大以及整个新竹的区块链讨论风气可以更盛行。好，谢谢。